三月三十一日是玄彬孙艺珍举办婚礼一周年的日子，当天孙艺珍晒新婚纱照庆祝。孙艺珍晒出婚纱照并配文：“一周年纪念日。”照片中，孙艺珍穿着长长的抹胸婚纱，秀香肩，双手握着玄彬的手，一起看镜头，满脸甜蜜笑容。据悉，此前网友传玄彬孙艺珍离婚，引发热议。三月二十日，据韩媒体报道。 双方经纪公司发生辟谣。公开资料显示，二零二二年二月十日，玄彬发文宣布和孙艺珍结婚，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举行婚礼，二零二二年六月宣布怀孕，二零二二年十一月末生下儿子。十一月二十七日，据北京娱乐援引韩媒报道，玄彬孙艺珍今日二十七日得子，目前妈妈和宝宝都非常健康。 据悉，孙艺珍虽然预产期为十二月，但比预产期更早的生下了儿子。此前，两人在结婚八个月后成为了父母。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，玄彬与孙艺珍所在的经纪公司均证实两人的恋情。二零二二年二月十日，玄彬发文和孙艺珍结婚。二月二十一日，据潇湘晨报，孙艺珍和玄彬将在三月举行婚礼。六月二十七日。 孙艺珍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怀孕喜讯，大家过得还好吧？我过得很好。今天打算传达既小心又开心的消息，我们迎来了新生命。公开资料显示，韩国演员玄彬本名金泰平，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于韩国首尔特别市，毕业于韩国中央大学。二零零五年凭借爱情剧《我叫金三顺》走红。 此后主演《百万富翁的初恋》《秘密花园》《爱的迫降》等。孙艺珍，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大邱市。二零零零年凭借奇幻悬疑片《秘密》出道，主演《向左爱，向右爱》，《假如爱有天意》，《三十九》等。接下来说结婚一周年，孙艺珍晒未曝,曝光过的婚纱照庆祝，与玄彬牵手，幸福洋溢。 三月三十一日，韩星孙艺珍在社交平台更新动态，在即时动态中晒出一张与老公玄彬的结婚照，并配文道：“一周年纪念日。”一张未曾公开的婚纱照，对于粉丝来讲可谓是福利了。照片中，夫妻二人相邻坐在现场的餐桌旁，玄彬身穿米色西装，孙艺珍身穿抹胸婚纱，格外美丽。 只见他两手握住玄彬的手掌，两人望向镜头，露齿灿笑，甚是恩爱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他们结婚竟然都一周年了。过去的一年里，他们结了婚，去度了蜜月，还在去年年底生了儿子小豆子，成功晋级为一家三口，人生趋于圆满。有了孩子后，两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。前几天还没曝光了玄彬抱着孩子喂奶的照片。 作为超级奶爸，只要有时间就会陪伴孩子。照片中，他一手托着孩子，一手拿着奶瓶，满含爱意的望向儿子，一点不缺席孩子的成长。玄彬作为新晋奶爸，可谓是越来越称职了。而孙艺珍此前还公开晒出为孩子准备的婴儿服，虽然孩子还没有长那么大，但是他已经在憧憬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儿子小豆子现在刚满四个月。 还需要妈妈每天照顾，所以孙艺珍现在每天一边在家中照顾孩子，一边恢复自己的身材，为日后的付出做出准备。全网都是在祝福，然后有人却看不惯了。在三月十五日的时候，网络突传一段关于玄彬孙艺珍协议离婚的视频，视频内容透露玄彬在海外涉赌，说到要动孙艺珍的财产，表示两人婚姻走不下去，已经协议离婚。 随着不实事件传播的越来越广，玄彬经纪公司 VAST 开始发声音辟谣，表示离婚和赌博都不是真的。此外，经纪公司 VAST 还借着辟谣的机会，好好夸赞了一番玄彬，透露玄彬只要是工作间隙，就会陪伴在妻儿身边。而在前不久，网上还爆出了一家三口的合照，最终证实是合成的照片。 此前，玄彬曾表示，小孩的模样是两人的混合版，还不能看出长得像谁。看得出，大众对于小豆子的模样还是很感兴趣的。玄彬和孙艺珍合作多年，因《爱的迫降》而互生情愫。当初两人被爆出恋情，到否认恋情，再到确认，被拍约会、结婚、生子，整个过程都被粉丝所见证，算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了。愿二人恩爱到永远。 接下来说，孙艺珍庆祝结婚一周年，晒珍惜双人照，玄彬和玩具布偶甜蜜出镜。三月三十一日，孙艺珍甜蜜分享动态，这也是她在当妈之后首晒夫妻的甜蜜幸福照片。孙艺珍庆祝结婚一周年，晒出珍藏的婚礼照片，玄彬和玩具布偶甜蜜出镜，真的是好甜的感觉。孙艺珍和玄彬在婚礼现场坐在桌子面前。 两人甜蜜牵手，对着镜头灿笑，并且上面配图是结婚一周年纪念日，太甜了。回想上一次关于谣言，有外媒说他们已经离婚了，因为玄彬在海外赌博欠了三十多个亿。关于这个谣言，孙艺珍和玄彬工作室也第一时间发声。这一次，孙艺珍甜蜜庆祝结婚一周年，谣言当真做到了不攻自破了。难得看到孙艺珍更新动态，夫妻的结婚纪念日。 恭喜了！另外，粉丝们这边也没闲下来，而是分享出关于他们定情信物一样的玩具布偶，也同样是非常可爱。这也算是粉丝们见证了他们 CP 组合的恋情了。翻看孙艺珍的个人动态，其实早在此前就已经有放出玩具布偶的照片。粉丝们在他和玄彬结婚一周年的时候，再一次放上玩具布偶，其实也是直接给他们夫妻送祝福了。 剧里剧外都是甜蜜的 CP 组合，就连玩具布偶也是如此甜蜜牵手。粉丝们留言：孙仙终于更新动态了，庆祝结婚一周年，好甜呀！终于迎来仙女更新动态，奶爸和新妈当的怎么样了？早在一个星期前，其实就有网友拍摄到了玄彬抱着小宝贝喂奶粉的照片，当时玄彬是戴着口罩侧着身子，感觉好甜的模样。不过孙艺珍并没有现身。 据还没透露，他们夫妻非常低调，不想被拍摄到。另外还有孙艺珍亲戚们给小宝贝送的衣服，婴儿衣服很可爱，小番茄穿上应该是又帅气又可爱吧。另外在几天前，金惠秀和宋允儿带着闺蜜们一起聚会，以往这种聚会一定是少不了孙艺珍，不过这一次金惠秀他们的镜头之中却不见孙艺珍，估计准妈妈正在家中带娃了。 不少粉丝们讨论关于小番茄长得怎么样，是像爸爸多一些，还是像妈妈多一些？于是有网友就拿着孙艺珍和玄彬幼时的照片，P 出小番茄的模样，几乎是选择了玄彬和孙艺珍夫妻的全部面容优点进行合成。哈哈，大家都在等待着孙艺珍和玄彬带着小宝贝露面的时刻，祝福他们，祝福他们结婚一周年，往后要一直恩爱幸福下去。 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